Hello， 咱们今天看的这个高端公寓呢，是在曼谷的拉跑区，生活非常的方便。从社区出来呢，右手边就是一个很大的莲花超市，旁边紧连着就地铁站。你要是穿过地铁，直接到马路对面呢，就是拉跑的上泰商场，非常大。整个小区的环境呢，品质也是很高的，是由著名的开发商 AP 打造的。在小区的楼下呢，还有大门口都有这一辆接驳车，你下楼的话就可以让它送到门口。如果你从外面回来的话，到门口就可以让它送到楼底下，随时都在的。自身的内部配套呢也是非常丰富齐全的，泳池、健身房，还有这种打泰拳的、攀岩的，设施丰富，环境也很美，特别舒服。在这里我们现在看这户型呢，是28平的一个最小的户型。进门左手边是厨房，右手边是卫生间。厨房呢跟卧室它是有个玻璃隔断的，虽然是小小的28平，但是五脏俱全。客厅也是有的，你看从这里看下去，直接可以看到拉跑还有地铁站，下楼就是对面靠近著名的扎都扎市场。住在这里呢，生活还是出行交通都很给力的，大一点的一房两房都有的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评论区找我聊一聊哦。